去年夏天恋爱的综艺，某一个桥段是为了什么？学习存够了想去的旅行，仿佛我忙着工作就能单着自己，就能遇见你，将一切合理，让等待都有了意义。大银河系小岛显微镜，怎样的机率有两个人能彼此吸引？一个不经意，我已准备好老去，场面多爱情。牵你的手看一场电影，哭的台词仿佛都带着阴雨，吹着我问好多问题，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你，爱那么具体，在瞳孔倒影看见就以为这确定，遥远清晰，高微笑颗粒，怎样的磁场让两颗心能彼此牵引？一个眼神里已准备好自己，说我比什么都相信。